大家拍一个无限循环的狗屎啊，我怎么拍？刚才先拍，我忘了怎么拍。然后呢，再拍点门啊。然后呢，咱拍人物，看不到吗？就直接走啊。一定多拍几遍啊。然后咱们接着拍脚步啊，接着再拍整个眼镜啊，好，咱们视频结束，点完点击完看效果了。